大家好，这里是刘白电脑，我是装机大手刘白。现在在大家面前的这台机器呢，是我的粉丝宋同学的一台平价的海景房。说是平价的海景房呢，大家也可以看到，这是4070Ti的显卡。那么今天呢，摆成这个样子呢，相信老粉都已经知道了。我要给大家拍一期保姆级的插线、装机以及走线的教程。那么这个作品呢，依然分为四个部分。那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配置，好让大家知道我们今天装的什么，符不符合你的口味。如果不符合的话，你直接说换一批也可以。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插线工作前的一个准备工作，我们需要把这个 CPU 内存和固态啊，包括水冷啊，把这个准备工作给做了。做完之后，那么第三个部分呢，就是现在这一个部分，我们把所有的东西全部平铺到桌面上。那主板呢在这里，这个是水冷啊、风扇的电源呢，以及 IO 的线呢，我们在这个平面上给大家把所有的线给插好。插好之后呢，我们来一个跟进，一点一点的给大家讲解哪一根线到底是怎么接的，好让大家呢心里边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思路。最后一步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些东西给全部拆掉，拆掉之后呢，再往我们的机箱里面去装，同时附带着我们的走线思路。大家看一下我是如何走线的。那么这个工作量大家可想而知，我先把它给搞上来，给你们拍完之后呢，然后再拔下来，再往机箱里边装，也是一个非常费劲的工程。如果说这个作品对大家是有帮助的话，希望大家能够一键三连，多多投币。那么废话不多说了，接下来就开始我们的配置介绍。配置推荐呢，我们依然从我们的主板开始，这个是 B660M 重炮手的主板。那么这块主板呢，相对于660系列的，它是没有迫击炮的销量好的，但是没有办法，我们搭一个纯黑的主题的话，重炮手的黑色装甲也确确实实是比较的漂亮。这块主板的生产日期是比较新的，所以我们搭配的13代 i5-13600KF 这一块处理器呢，我们就不用再去刷 BIOS 了，这是一块新款的主板，这个是非常省劲的。内存条弹来到了海盗船的复仇者，我建议大家在自己在家装机的话，尽量不要选择海盗船的这种普条，这种条子呢兼容性是非常的差的。我们有条件的话，尽量上个金士顿来保证我们装机的整个过程的流程性。然后固态呢，还是一个 PCIe 4.0 的西数 SN770 1TB 的固态。那机主只选择了一块固态，也没有加装机械硬盘，可以看得出啊，机主不是特别的爱学习。那么没有机械硬盘的话，这个平民海景房，也就是玩家的雇佣者，装起来就非常的得心应手了，就不那么的复杂了。那么为了搭配这个海景房的机箱呢，机主选择的是9把棱镜2代的风扇。在这里还给大家再啰嗦啰嗦，这个棱镜呢是一个公模的风扇，也就是任何的厂家都可以生产，大家在其他的平台上，所有的平台上去购买都无所谓。我们挑选的话，就我们很烦的哪一种，就是立夏利民的公包风扇。你说它给我们的售后好吗？好，非常好。就是我们把机箱加满风扇之后一次性点亮，因为我这个人呢也比较的轴，我相信我装机的话是不会出现失误的，所以我从来不测试，全部都是一遍装好之后再点亮。有好几次都遇到了利民的公包风扇是有质量问题的，这个时候我们再去拆开再去走线的时候会非常非常的难受，非常非常的恶心。所以呢，我们挑过来挑过去，就是来降低这把风扇的它本身的故障率，因为二三十的风扇啊，确确实实会出一定的问题。那么因为棱镜的风扇它的灯珠是比较绚烂的，所以说它的供电要求是比较高的。拿到了刘白定制的极限器，那这个极限器呢，简单来说呢，就是1-5的灯光极限器，但是我们在上面加了一个 SATA 供电，那么这样呢就可以解决它的供电不足的问题。它的原理呢是跟控制盒是一样的，还是再给大家说一遍，好处就是第一它好走线，第二它比控制盒要便宜。那么显卡呢，大家一眼应该可以看到了，这是一张4070Ti的战斧豪华版。不要听到战斧就觉得它盖，战斧的豪华版呢其实就是黑化版的 Ultra， 他们两个这长得就差不多。而且这个战斧豪华版呢装出来的颜值也是非常好看的。那么搭配的水冷呢，也就是利民的冰封幻境240，这个水冷的话如果有不会装的话，待会儿就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介绍。电源呢中规中矩，新谷的 GM850， 但是大家记住这个是 AT-X3.0的版本，也就是说它是有原生的自带支持40系显卡的一条供电线。那么这个电源呢相比普通的 GM850 呢会稍微贵一点，不过贵的也不多。那么整套配置呢就这么多，其他的没有什么好给大家介绍的。来了个鼠标垫，来了个我们的系统 U 盘，来了个罗技的办公键鼠套装，4070Ti的海景房罗技的办公键鼠套装，你让我看不懂了，记住你真是让我看不懂了。剩下的话就是送了个水杯，在这里给大家说
说一下啊，今天是7号，对，7号是吧？4070 Ti 发售没有几天，价格压得非常低，很多人去选择了4070 Ti， 然后它涨价了，它他妈的居然涨价了。好，配置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开始我们插线前的准备工作。准备工作的第一项呢，是我们的 CPU 内存和固态了，这个都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 CPU 上呢和这个主板上的 CPU 盖上面呢会有明显的小三角形，用来让我们确定方位，确定完方位之后呢还有非常明显的防呆缺口，我们对着这个防呆缺口把它给放进去，先压这边再压这边，这个 CPU 就扣上，扣上之后呢就是内存四条通道，我们插24的时候呢，内存和主板上会有明显的防呆缺口，我们对着这个防呆缺口把这内存放进去，使点劲儿，轻轻的，这个卡扣自动回弹了，这个内存就装好了。固态呢就一定要拿出来我们的 ROG 的螺丝刀，不是 ROG 的螺丝刀装不了这个固态啊，大家注意一点，小心一点。我们把固态散热盔甲上面的螺丝给卸下来，卸下来之后啊，可以看到啊，这个散热硅脂贴是有膜的，待会儿我们一定要撕。然后固态呢也有非常明显的防呆缺口，我们对着这个防呆缺口给它插进去，安进去之后呢，这些高端的主板都是自带一个卡扣，我们直接卡进去就行了。散热硅脂贴的膜给它撕掉，这个盔甲是怎么卸下来的就怎么装回去。然后呢就是撕膜，我们 IO 上的膜给它撕掉，要不然待会儿装到机箱里边你就撕不掉了，南北桥散热上给它撕掉。准备工作的第二步呢，我们给水冷换风扇，先把原装的风扇的螺丝全部打出来，前边呢换成我们棱镜的正向的风扇，不要换成反应风扇啊，因为有反应风扇大家不要搞混啊。首先呢给大家说一下呢，我们的风扇的线是没有全部连接完的，你看这儿还有很大一堆路子的线的，待会儿我们装到机箱里边的时候再给大家说是如何走线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只拿我们部分风扇给大家演示它是如何装的，因为这个工作量实在是太大了。第一步呢还是给大家讲解我们电源的线是如何插的，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新谷的 GM850， 我说过无数次，新谷的全系列的电源呢， CPU 和 PCIe 也就是我们的显卡供电线，它们的插孔是不能够混用的。你看这个电源上也给大家写的很清楚，你看这一块它写的就是 CPU， 打个括号在这里边，然后对应 CPU 上的供电线呢，它会也会写一个 CPU， 然后这是有卡扣的，电源上也会有卡扣，我们对着这个卡扣插进去是不会错的。那么另外一头呢，大家看一下 CPU 的供电线，你看在这一端也很好分辨，它是4+4的组合，可以拿下的。你看在主板上它是8+4的供电，也就是说我们两个8pin的话，我们只用拿掉一半就可以了，所以我们要把这一半的4+4的这个组合给拿掉，然后往主板上去插的时候，它这儿有卡扣，那么主板这儿也是有卡扣的，我们需要对应这个卡扣把它给插进去，这个样子的话就非常容易一点，大家也不容易搞错。主板的24pin呢一般是在主板的右边的这个位置，大家注意我这个主板的放的这个朝向啊，是在右边这个位置，同样24pin会有非常明显的卡扣，那么对应这个主板上的插槽这的也会有卡扣，有卡扣的话我们就对应卡扣去插是不会插错的。那另外一端去接电源的时候其实就更容易分辨了，因为它有一个28pin最粗的这一根拔掉，大家看一下，这是新谷的电源，新谷电源它是一根，然后其他的电源呢有可能会分成两根，但是这一块往上面去插的时候都是不会插错的，因为它不一样。那么另外一条关键的供电线呢就是我们显卡的供电线呢，而现在的40系显卡是做的这种单16pin的，它是一根线，那对应的也有卡扣，这上面就只有一个，你也插不错。还有一根供电线是在干什么呢，还有一根供电线是 SATA 供电， SATA 供电一般的是这个6pin的，包括大4pin的这个往电源接的都是6pin的接口，上面也会给你标识，这个是不会插错的。那么这样的话电源这一端就给大家讲清楚了，接下来呢就给大家讲这个机箱上 IO 的线。 IO 的线呢一般分为 USB 2.0 USB 3.0 Type-C 开机跳线音频跳线这些，一般低端的机箱呢它是不具备 Type-C 的，那我们就先研究这个 USB 3.0， USB 3.0 现在属于一个标配了，它一般在主板的右边，主板的24pin供电的下边啊，挨着 Type-C USB 3.0， 要不是它在上要不它在上无所谓了，哪在上都一样，那这个就是 USB 3.0， 拔掉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看一下这个 USB 3.0 呢，这儿会有非常明显的防呆缺口，对应主板上呢也会在这里有一个明显的防呆缺口，有时候朝里有时候朝外，有时候它是平着的，但是我们只要对准这个防呆缺口是不会给它插错的。 Type-C 呢因为它上面没有就不给大家讲解了， Type-C 其实也很简单， 你要不这样插要不那样插，很容易就搞定了。另外呢一个就是音频跳线，音频跳线呢一般在主板的左下角的位置，
这个的时候它是十针短了一针的设计，你可以看着针尖上这儿有短了一针，那么在接头上对应的也是十针短了一针啊，我们对应这个短针的位置插上去它是不会插错的。剩下的 USB 2.0 大家看一下，一般在主板中间下边的这个位置 USB 2.0 呢也是十针短了一针的设计，在这个位置它是短了一针，对应的主板上会有标识，而且它也会有短针，我们对应短针的位置给它插进去，这个是不会插错的。最后呢就是让大家比较头疼的就是这个开机跳线。开机跳线呢一般在主板左下角的这个位置啊，开机跳线呢有的人说就是好的机箱上开机跳线给你做成一块的，不多不多，这种开机跳线做成一块的真的是不多。开机跳线呢就给大家放一张开机跳线图，我们对应这个开机跳线图去插，因为每个机箱的话有的这些线有，有的线没有，也就不给大家讲解的那么清楚了，保留这张开机跳线图随时插随时用。那么这样的话机箱 IO 的线就给大家讲清楚了。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研制机箱里边大家很头疼的一个问题，也就是风扇的线了。大家先拿一个风扇给大家说一下最简单的，你看这个线到现在都是乌乌泱泱的一堆，待会儿把它装到机箱里边要把它走得好看确确实实是一个比较难受的工作。我们先拉出来两根线，我们普通的风扇呢不是积木的这种的话，普通的风扇呢它都会有两条线，一条呢是四针十二伏的风扇供电线，一条呢是三针五伏的灯光的供电线。那么这种风扇上呢它都是有子母头的，看到没有，也就是说一把风扇它要实现串联的话，我们只需要找到下一把风扇插上去，那这两把风扇就实现了串联。那 RGB 的也是一样的，我们把这个风扇的 RGB 和这个风扇的 RGB 我们把这个给打开，打开之后呢对应的这是三针的是吧，我们对应三针的把它给串上去。哎呀哎呀哎呀，有点紧的这个。哎呀，你看串上去这两把风扇就实现了串联了，所有的工作原理都是这样的。然后给大家讲解我们的水冷上的风扇。水冷上的风扇呢，我们刚才已经把水冷的风扇给换了一下，换了一下把棱镜的风扇放在了前面，那么利民的风扇它就加焊包夹在了下边，夹在下边之后呢，因为利民这个风扇呢它是有一个极限器的，这两把风扇它有一个极限器，通过这个极限器把它给串联起来，串联出来之后呢跟另外两把风扇也是水冷上的风扇换成了棱镜的风扇，把它们相互串联之后呢最后接到我们主板的 CPU 范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主板上的接口啊，所有四针十二伏的全部都是这样的接口，在我们的插头上这是有非常明显的防呆缺口的，对应我们接口上也是有非常明显的防呆缺口，我们对应的插上去它就不会错了。那么这个是 CPU 范的位置，我们把水冷上所有的风扇接到 CPU 范上，它会根据这个温度的调节来调节风扇的转速。那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个小技巧，就是我们这个风扇呢它们串联之后这个是很容易松的，我们走线的时候很容易给它拉掉，拉掉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拿一个扎带从那给它穿进来，然后给它扎一下，让它永远也拉不掉，就像这个样子，这个穿进去给它拉紧，拉紧之后呢我们串联的地方呢就不会拉掉了。这个的话是方便我们走线，如果我们走完线把这个电脑给装好之后开机点亮的时候发现有一根线是松掉的，我们再重新去拆的时候就会非常的难受。另外一条比较关键的线呢就是我们水冷冷头上，水冷冷头上有一条 RGB 的线，也有一个四针十二伏的，但是它是水泵的供电线，水泵的供电线我们需要接到我们主板的 PUM 范上或者 OPT 上，这都可以，但是接头呢是跟风扇的供电线是一样的，插到主板上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那么这个风扇的供电线呢我就给大家讲清楚了，接下来呢就是我们风扇上 RGB 的供电线，刚才给大家说了一下它是如何串联的，那么对应呢我们串联之后呢这上面的这个针孔是三针的，那么三针中间是短了一针的，对应主板上的这个针孔也是一样的，三针短了一针，我们是对应这个针给插进去的。这个时候呢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极限器的作用，我们的极限器呢近距离看一下我们的极限器，我们的极限器呢也就是一个1:5的灯光极限器，不同的是呢它加了一条 SATA 供电， SATA 供电我们是用电源来供电的，我拔掉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接口，你看一下在 SATA 供电上这儿有一个梯形的，这儿也有一个梯形的，我们再去接 SATA 供电的时候我们对不准它是插不进去的，你不管多大力出奇迹你都插不进去，所以我们对准的时候接一个 SATA 供电，这个 SATA 供电的另一头刚才给大家说了是如何接到电源上的，那么这样的话这个极限器呢就起到了它一个额外供电同时不需要控制盒的这个作用，因为我们太多的风扇装到一块的时候会容易出现风扇的灯光供电不足的问题，我们拿这个极限器去来解决。那么这样的话所有的线是如何连的就
全部都给大家演示清楚了。演示清楚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工作要做，也就是我们利民冰封幻境240的这个冷头是如何安装的。首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拿出来我们水冷里边这种扣具的话，像我们12代的话全部都是把这个拉到最外边，这个是新款的扣具啊，以前那种老款的扣具是比较难安装的，这种新款的扣具它是给你做成一体的，我们只用把它拉到最外边，把上面的双面胶给撕掉双面胶之后呢，我们把主板给拿过来之后，对应这个孔把这个扣具给装到背面就行了。装到背面之后呢，我们需要拿出来里边这个1700的这个胶圈的效果呢，是让我们垫在这个螺丝上的，就是起到一个支撑的作用。我们把它垫上去之后呢，等于说这里边加的是主板，我们把这个胶圈给垫上去。然后呢，我们水冷冷头上呢，给大家演示一下利民的这个水冷的冷头，这个支架不是直接扣上去的，它是有一个这样的，我们对应给它放到这个冷头上，往右一拽，那么这个冷头的这个扣具呢就已经扣紧了。扣紧之后呢，我们再去我们的 CPU 上面去放的时候呢，就这个样子卡进去，拿出来的这样的螺丝给它拧上去压紧，我们对着拧把它给压均匀，那么这个冷头就已经装好了。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这个它是没有预涂硅脂的，记得撕膜和涂硅脂。这一块呢，我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并没有往机箱里边装。我们把这个所有的线都拔掉之后呢，我们先把这个背部的扣具给它装上，接下来就进行我们装机。装机的第一个步骤呢，我肯定是先把主板给装到机箱里边。这个时候呢，这个机箱上是缺铜柱的，它本来设计呢就是用一些比较拉的主板的。现在呢，我们用的是这个重炮手的主板，它是多两颗螺丝的，对应呢我们要在上面去补铜柱。补铜柱的时候呢，大家在家里边的话，补铜柱的话，大家买这个机箱的时候呢，可能会就稍微有点难受，因为它只给你了铜柱，但是没有给你带铜柱螺丝刀，也没有给你带铜柱螺丝刀的转接头。那你们自己在家上的话会非常的难受，而且它这种便宜的机箱呢，螺丝孔位不是那么的精准，它不是说那么好拧，非常的难拧，需要使劲儿。你们在家自己装的话，就拿钳子装，拿钳子使劲的把它给打上，一定要把铜柱给打紧。这两个铜柱给它打上，我们开始放主板，主板对应着铜柱，我们把主板放进机箱里边。我们找到我们机箱螺丝包里边这种带帽檐的小螺丝，找个螺丝刀把它给拧上去，所有的螺丝都要上啊。主板装上去之后呢，就要拿出来我们祖传的转转桌了，我们就要在转转桌上进行操作了。首先呢，我们是需要把底部的风扇、顶部的风扇、尾部的风扇全部给它装上。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底部装的是反叶风扇的。反叶风扇呢，我们这个正面是朝到机箱里边的，装出来会比较好看。我们再去打机箱风扇的时候呢，用的就是风扇自己给你带的这种螺丝，这个螺丝就不大家展示了。我们把这个风扇给装上，然后给大家顺便的给大家讲一讲风道。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个比较搞笑的问题，因为这个玩家供应者的机箱我们卖的比较多，代理来询问我们这个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给他反馈了，我说你机箱的这个底座导致我们装风扇的时候没有办法打螺丝，你去改进一下，把这个弄一个孔好让我们打螺丝。哎，人家厂家也很听话，拿回去之后呢立马去开模把这个孔给我们留出来了。哎，我说这个厂家是不错的，这个机箱我们要好好的推一推。结果呢，拿回来之后呢，孔是开了，但是孔的位置是不对的。你做了很好，工程师，下次不要再做了，好不好？求求你了。哎呀，这个是很操蛋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尽量的把这个螺丝给大家打紧，防止这个风扇吹的时候呢有噪音。然后呢，转过来打我们尾部的风扇，就是这个风扇呢，正常的风扇，正叶风扇呢，它们没有带龙骨的这一面叫正面，带龙骨的这一面叫反面。这个风是如何吹的？从正面吸进去，从反面吹出来。然后尾部的这把风扇呢，我们把正面的朝到机箱里边，也就是说它是往外抽风的。转过来我们打顶部的风扇，顶部的风扇呢，我们的正面也是朝向机箱里边的，等于说它是抽风的家伙，它们三个呢也是抽风的家伙，只有我们底部的风扇是往机箱里边吸风的。还有我们侧面水冷的风扇也是往外去排风的。风扇全部装好之后呢，我们开始装水冷。水冷呢就是在这个侧边装的。刚才给大家说的风道呢，就是我们底部是往里边吸风的啊，它们几个都是抽风的，尾部和顶部都是抽风的。然后这个风扇呢也是往外边去吸风的。这个风道的设计呢很简单，它就是一个物理常识。首先呢，我们热空气上升，其次呢，我们机箱里边，如果我们能够用风扇把机箱里边的这个风全部抽出去，那么机箱的其他孔位呢会不断的往里边去进这个凉空气，所以这个风道的设计呢是这样的一个原理。我们去装这个水冷的时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就是你们自己在家自己装机的时候会有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你们没有加焊铆的这个螺丝，这个螺丝不是标品，给大家
说个方法吧，就是你们自己在家装的时候啊，你们把这个立明上原来的这个螺丝呢，前边少上两颗啊，一共少上四颗，后边呢也就少上两颗，就是一把风扇上上两颗，对角给它固定一下，就可以使用了。问题不大，因为这个螺丝不好买，你们自己买的话，第一是它不是标品，第二的话你单独买几颗螺丝它也不便宜，我们都是几千个几千个买的。我们把这个风扇给它打上，冷排装上之后呢，我们开始打冷头，一定啊硅脂丝膜两个一个都不能少，不会装的忘记怎么装的往前边倒倒倒倒，看我刚才是怎么给大家讲的，它是怎么装的。我们把这个冷头给它装上，线给它通出去，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我们的捆绑，不是捆绑，就是走线环节了，捆绑艺术。冷头装上之后呢，接下来呢就我们把这些所有的小线给它整理整理，先把冷头的这个线整理的好看一点。好了，这些风扇的小线呢简单的整理一下，给大家说一下思路。利民加汉堡的两把风扇连着冷排上的两把风扇，所有风扇的供电线串联之后呢，从这儿通上去，从这儿插过来接到我们的 CPU fan 的位置。水泵的供电线呢在这儿，给它整理一下，水泵的供电线在这儿整理一下，接到主板的 PUM fan 上。尾部的这把风扇和顶部的三把风扇，所有风扇的供电线呢串联之后，从这儿拉下来，拉下来之后我们打个延长线，从这下边穿过去，给它接到主板的四针五伏上。那么底部这三把风扇的供电线呢也是串联之后呢，从这通过去，所有的杂乱无战小线通到这后边，然后折回去插到主板的风扇供电线上。风扇的供电线说完之后呢，我们说一下 RGB 的灯光线。首先冷排上两把棱镜的风扇，两把利民的风扇，它们的供电线呢全部串联放在这里，留出来一个头。那么顶部的三把风扇和尾部的一把风扇呢，这四把风扇加上一个冷头的 RGB 灯光线呢全部串联，沿着从这拉下来放到下边，留出来一个头。底部的三把风扇的 RGB 全部串联之后呢，留出来一个头，拿出来我们的灯光极限器，串联之后呢全部给它接到这个灯光极限器上。灯光极限器的 SAD 供电呢，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接电源，先给它放到一边，放在这里。这个极限器最终的一个总头呢，我们从这里穿过去接到主板下边三针五伏的位置。所有的灯光所有的风扇全部都已经连接完成了，这上边的供电全部插好之后呢，我们就要着手在这个上边沿着这个机箱的方框去打扎带，把这个上边的线给它整理一下，整理的尽量整齐一些。那么底部的这些线呢，因为现在还没有插完，包括说底部的风扇的这个供电线在这儿，大家还能够看到在这个位置是比较乱的，因为我们还没有打扎带，没有给它扎得非常整齐。为什么呢？因为下边的所有的风扇的供电线、灯光的供电线全部已经插好了，但是我们还有开机跳线、音频跳线以及 USB 2.0 是没有插的。待会儿我们把这个东西全部给它插好之后呢，我们再去打扎带整理下边的线，让这个下边看得整齐一点。那么多余的这些纷繁复杂的小线呢，我们这时候只留出来一个头，也就是一个 SATA 供电，我们是需要接的，接的就留出来。多余的这些杂乱无章的小线呢，待会儿呢把下边捆扎清楚的时候全部给它压到这下边。我们把电源装上去的时候压住这些小线，整体的感觉就出来了。现在这个疙疙瘩瘩的状态呢稍微有一点难受，但是我们还有 CPU 的供电线，待会儿也从这打下来给它稍微的挡一挡。那么这个机箱的走线呢，我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思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得上。如果没有跟得上的话，建议点赞收藏，多看几遍。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们脑子里边没有这个东西，就是它是如何串联的，怎么样接主板的，在前边你们只是简简单单的过了一遍。建议多看几遍之后，我再去讲这个思路的时候，你们会很清晰。然后自己在家装机的话，不出意外的话，你们肯定是要装了拆，拆了装啊。多装几遍之后，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收获。我说了，怎么样才能把这个线走得好看一点，不要把它当成走线，把它当成一种捆绑艺术。这些小线先放到这儿，我们接下来就是走我们 IO 的线，把 IO 的线给走好之后呢，我们要在这个下边给它打扎带，给它捆得清楚一点，先把 IO 的这条线给它捆绑一下。好了， IO 的线给它整理一下呢，就是捆扎在这个位置。你看看，这是 USB 3.0 往下 USB 2.0 音频跳线、开机跳线全部插好接好之后呢，我们在这下边捆扎带，把这个线给它捆一下。待会儿把这个扎带一剪，那么这些复杂的小线呢就会藏在这个风扇后边，就看不到了。其他的地方呢，就是这些繁琐复杂的小线呢，我们留出来我们需要接的 SATA 线。我们这个时候呢把电源给它装上，电源卡在这个位置之后呢，我们这些复杂的这些小线头呢就会全部给它压到下边，
我们把电源给装上，这时候电源的螺丝就不给大家展示了啊，因为电源里边只会带一种螺丝，你们也不会搞错。电源打上之后呢，拿出来 CPU 的供电线，从这儿给它穿过去，把 CPU 的供电线给它接上。 CPU 的供电线，主板24 pin 的供电线接好插好了啊，主板24 pin 在这儿， CPU 的供电线在这儿。我们接好插好之后，简单的捆扎一下，挡一下后边的这些小线头啊，这两条线就处理好。处理好之后呢，我们剩下显卡的供电线和 SATA 的供电线，我们把显卡和 SATA 的供电线全部接上，显卡供电线通出去，我们开始装显卡。我先把这个炸弹给剪了，接下来呢，拆封我们的显卡，让大家看一下这一张战斧豪华版的颜值。大家看一下这个颜值还是非常可以的，相当可以的。不是说战斧呢它就会盖一点啊，战斧豪华版说实话一点也不盖，我觉得它的颜值各方面还是非常能打的。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我们现在把这个显卡给它装上，它这个供电是这个样子插的，我们把显卡的供电线呢给它通过去。装显卡的话试一下，这个是三槽的，好的，试一下，一二全部给它打开。这种普通机箱上这个挡板它是一次性的，折两下它就掉了，但是折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小心的话就是滴血认亲嘛。哎，便宜的机箱就是便宜的机箱，这个防冲的这个挡板你既不能把它给拿掉，拿掉一会儿这个显卡太宽了你就装不进去了，你还不能不给它拧松，拧松的话搞不成。我看一下，然后这个挡板是在这儿的，我看拧过去。我们现在把显卡先给它固定一下，我们把显卡简单的固定一下，因为它毕竟是一张40系的显卡，还是比较重的。然后这颗螺丝呢，我看我拧出去的时候会挡到显卡，所以没有办法，我们还给它拧到一边吧。拧到一边，咱们把显卡的供电给它插上。最后一步呢，就是收紧显卡的供电，把显卡的供电给它整理一下，还有这条 SATA 供电的线也给它整理一下。这个走线就已经完成了。 OK， 这个样子的话我们整体的走线就已经完工了。完工之后呢，我们找一个电源线点亮给大家看一看效果。电源线给它插上，开关打开，好的，开机。 OK， 所有的风扇是会转，所有的风扇会亮，然后水泵呢正常工作，显卡风扇目前在转，那么整个一个装机就已经搞定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是抓紧时间把这台机器抱出去，让装机员进行装系统调试以及跑压力测试。跑完压力测试之后，我们就要把这台机器抓紧时间给机主发过去。在这里呢，感谢机主对刘白电脑的大力支持。今天的作品呢到此结束。如果大家有喜欢类似的配置或者想要装一台电脑的话，可以咨询我们的客服，我们的淘宝店叫刘白电脑。当然关注之后也会有我们客服的联系方式。大家看哪一种方面想要自己装的话，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在我的作品下边留言，我收集完留言之后呢，在之后的作品里边会慢慢慢慢的给大家讲解清楚。这台机器呢，我们就拍到这里，拜拜。